新年快乐，我是爱艺术的执行长李成。今天我想用成龙的最新作品《海远记》来跟大家分享我最近的感受。生命起源于大海，以大海为生的海女与大海有着最亲密的接触，她们赤裸着身体与大自然融在一起，她们推动着沉重的渔船下海、上岸、潜水、捕捞。海女们劳作时发出的声声呼号令成龙魂牵梦绕，久久不能忘怀，而这也成为他心中一直想要创作的圣家族母题。这一幅作品很精彩，即将展示于威尼斯的古老教堂，希望透过这一幅绘画能够为大家带来更多心灵的触动，并得以重新审视生命的价值。